七零四在南投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中原普渡法会。悟本法师除了在电视及各地讲经弘法，也力推三十信念，已经连续四年受邀在南投中兴新村举办三十信念法会，尤其在农历七月开始之初更有意义。参与此盛会，让生者与亡者都能够借由法会功德力而得提升与解脱。先是安心会在三年前应这中心村同修的邀请，来这办三时协念法会，希望呢主公图书馆全力的支持。今年呢应到第四年，所以同修呢也非常热烈，非常欢喜，非常庄严。咱这超度主要是帮助咱历代祖先完成祭祖，在生的会当消灾解厄，过生的呢会当往生极乐，然后呢会当真真正正会当离苦得乐。超度在这临终的时阵，尤其是在过生的人，在业海茫茫的世界里底，真正呢一定要靠着佛的慈悲的愿力、光明加持，找到咱的解脱。所以这个都是佛法佛门的上慈悲殊胜所在。连续两天的三十信念，凝聚众人至诚念佛忏悔的力量，普利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永离业海。法治新闻吴永曲南投采访报道。